今天在丹麦羽球公开赛当中，男单次轮仅用42分钟就以21-6和21-16轻取爱尔兰籍越南裔的小将阮日，挺进了8强。而疫情在欧洲再次的升温，导致不少球星不敢参赛。而世界排名第二的周天成，除了是台湾唯一的参赛代表，也是这次丹麦公开赛当中排名最高的男子选手。